阿媽，香港仲有冇超級市場同埋街市㗎？如果冇咗呢啲地方，咁點算啊？阿玲啊，你梗係未瞓醒啦！你喺度噏緊乜嘢啊？呢度係香港，唔係盧旺達啊！點會冇超級市場同街市先得㗎？嗱，你快啲入去刷牙洗面，出嚟食早餐啦！ 头先我发咗个梦啊，同小慧落街买嘢，落到街先发觉全部铺头唔见晒，真系好惊啊！阿玲，你系讲得啱啦。嗱，一日三餐，仲有用嘅着嘅，如果冇咗佢哋啊，我哋真系唔知点算嘅。咁就系啊，嗱，你话如果冇咗戏院啊同沙滩，咁我哋可以去第度玩啦。但系如果冇咗买嘢嘅地方咧，就真系好唔方便噶。 阿玲啊，一阵间晏啲我就同你落街买齐你听日去旅行要用嘅嘢啊！好啊！阿玲啊，今次你去西贡旅行系唔系喺宵夜食噶？唔系啊，我哋嗰组有个同学喉咙发炎，所以决定野餐，食三文治食。我咧就负责买罐头、生果、面包。 啊！仲要买多张大嘅沙滩席啊！坐喺草地度开餐，好舒服噶。嗱，罐头啊、生果啊同埋沙滩席咧，我哋就可以喺街市同埋超级市场买啊。嗯。但系面包咧就最好喺隔篱街街面包铺买啦，新鲜热辣啲啊嘛。啊，喺呢头住买嘢真系方便啦。但系点解全部铺头都好似开埋一堆嘅？正如啱啱你讲过，方便去买嘢嗰啲人啊嘛。 通常商铺都会开喺最多人聚集嘅地方，需求大，买嘢嘅人自然多，铺头嘅生意自然好，而赚钱亦更加多啦。阿玲啊，如果俾你开铺头，你会开喺边度啊？梗系开喺最多人聚集嘅地方啦，譬如公共屋邨啊，或者商业中心。 好似尖沙咀、铜锣湾同埋中环，一定最多人买嘢噶啦，而赚嘅钱亦都会系最多嘅啫。嗯，你讲得啱啦。一般嘅购物地点，除咗街市、超级市场、商店，仲有开设喺一啲商业中心嘅百货公司同购物商场，呢啲地方装修较为华丽。 卖嘅货品质素同包装都会靓啲，但系价钱亦当然会贵啲。阿玲啊，你睇呢度几多嘢买，你都要开始睇下自己要买啲乜嘢噶咯噃。哦，妈咪啊，我想买啲生果先啊。好啊。呢面啲生果就靓，不过10蚊先得4个。 而呢面啲生果就冇咁靓。
價錢就平啲啦。一般嘅購物地點會提供多樣化嘅貨品，俾消費者選擇。至於貨品嘅價錢，亦會有唔同嘅選擇，以配合唔同嘅需要。通常好多家庭主婦都比較喜歡喺屋企附近嘅街市買餸，除咗價錢大眾化之外， 仲因為去慣咗一個地方，同啲檔主小販熟咗，有咗份感情喺度，好自然就會慣性去幫襯啦。買邊隻好呢？阿玲啊，買嘢除咗睇下價錢之外，最重要嘅就係配合自己經濟嘅能力同埋真正嘅需要啊。嗯，就買呢種啦，價錢比較適中，$15。 而且又大又靚，就買$5先啦。多謝先啦。嗱，生果咧，我哋就買咗啦。咁我哋就去嗰邊買埋麵包同埋沙灘席。咁跟住咧，就去超級市場睇下有啲乜嘢要買啊。嗯。哎呀，但係整污糟咗添。咁聽日點去旅行啊？ 傻女嚟嘅，使乜咁緊張啫？一陣間買完嘢，媽咪帶你去翻屋企洗乾淨佢，再係唔得嘅，咪帶你落樓下商場揀個對咯。哦，喺好多嘅大型屋村或者係商業中心，都會設有購物商場同百貨公司。商場裡面會有唔同類型嘅商店，方便市民集中喺一笪地方購物。 喺一啲較大型嘅商場，更加設有溜冰場、兒童樂園、餐廳、戲院同停車場。呢啲購物商場同百貨公司，由於環境舒適，每逢假日都會吸引到大批市民專程去玩同購物。 阿玲啊，你个嗰边攞架手推车，咪唔使拎住啲嘢咁重咯。哦。妈咪啊，入嚟超级市场买嘢咧，真系舒服好多噶。嗱，地方又干净啦，而且又有冷气坑添。等夏天啊！ 真係好涼爽㗎，就算唔買嘢落嚟行下睇下都幾好㗎。呢啲就係超級市場做生意嘅技巧啦。好多人明明唔需要買嘢㗎，但為咗種種原因入到超級市場行下睇下，咁就連好多唔需要嘅嘢都買晒翻屋企啦。哦。一般嚟講，超級市場同百貨公司嘅購物環境舒適。 货品种类齐全，包罗万有，而且货品嘅摆设亦能够尽量方便顾客，任由顾客选择，满足到佢哋嘅需求。超级市场又掌握到一般人节俭嘅心理，定期推出唔同嘅特价货品，配合广告宣传，吸引多啲人嚟买嘢。 咁生意就会越嚟越好噶啦。照咁睇，我哋买嘢之前咪一定要谂清楚，系咪真正需要先好买？系啊，咁先至系一个英明嘅消费者啊嘛。嗯，阿玲啊，你买齐咗你要买嘅嘢未啊？嗯，差唔多噶啦，不过仲争纸碟。嗯。啊，呢度有啊。呢只好咧。 妈咪呢只好冇啊！好，嗯，就呢只啦，搞掂晒。妈咪，我哋出去俾钱啊！好啊，嗯。妈咪啊，呢一个人俾张卡就唔使俾钱嘅，嗰张系咪就系信用卡啊？系就系信用卡。 不過呢一種卡只可以喺指定嘅超級市場買嘢，每個月結帳一次，咁咪可以計算到自己每一個月喺嗰間超級市場究竟買咗幾多嘢咯。為咗提供更加好嘅服務，
很多百货公司和大型的商铺都会向相熟的客户提供优惠，只要客户出示优惠卡就可以得到折扣。除了现金付款，大多数的公司亦会接受信用卡付款，有些还会提供免费送货、泊车、保养等服务，目的是想提高服务质素，吸引多些人来买东西。另一方面，每年一到特别的节日，很多商铺都会提供应节的食物或者是货品，例如新年的贺年糖果、端午节食的粽、中秋节食的月饼和圣诞节用的圣诞卡和圣诞灯饰。如果没有这些店铺，我们这些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好，走得啦。啊，妈咪啊，原来这些铺头所提供的服务就是这么多元化的，真的令到我们日常生活方便很多的。是啊，想真下，你昨晚发个梦都挺啱的喎。如果没有这些铺头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阿玲啊，在我们未回家之前，你想真下，听日去旅行用的东西买齐未？除了你放下污糟了之外，其他都应该搞定晒的了。哇，我现在都这么硬的了，如果日日先发个闹钟买东西那就糟了。那你又不用这么担心，你看看对面那间是什么来？咦，是哦，便利店是24小时服务的，那即是说如果我明天早上想到漏了些什么都做得到，真是好了。是啊，这些服务是专提供给这些夜班的人士的，所以你不可以恃着只是有便利店就成日大头虾的。近年香港开设了很多便利店，他们的特色主要是能够配合顾客的需要，除了售卖各种日常必需品之外，便利店内更提供一些特别的服务，譬如是微波炉煮食、自助的冷热饮品、电话，甚至到报纸、杂志。有些便利店还更加有新鲜面包出售。便利店多数开设在民居，地点适中，而且24小时营业，所以货品价格比起其他商店虽然会稍高，但是仍然很受居民欢迎的。我明白了，今天和妈咪你落街买东西真是收获丰富了，除了可以买到去旅行用的东西之外，还可以学到很多和买东西有关的知识，真是不枉此行啊。哇，乜突然间你中文程度好了这么多啊。嗱，一阵间回到家，我帮你洗干净对布鞋，那你自己准备听日用的三文治啦。好啊。